太突然了吧，要想一下吧。要想吗？嗯。你既然是海口的，你有到，我给你提给你提一下，你到那个海边去游泳过吗？有啊。有没有就是说大水冲浪的时候有没有把文胸冲掉过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对吧？因为这种事我们经常在那个大海里面，就是说游泳的时候，在三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三亚的时候游泳，就有看到过女孩游泳的时候把文胸给冲掉过。有是有，但是好像都是大陆人。大陆人、嗯，大陆人是什么？大圈。就是那种怎么说？哦，都是来旅游的那种。哦，就是胸太小的那种容易被冲掉，是吧？对啊，就是说那你就说你从来没有被冲掉过？没有。那说明，那你的意思说就是你很大？这不好说。这我跟你讲，这不是什么坏事，女孩胸大那是一种自信，知道吧？正常一点。是一种自信啊。然后那个你遇到过更尴尬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一时想不起来。一时想不起来是吧？那有没有上课的时候都特别安静，然后昨晚上就是豆吃的特别多，放屁吗？嘎嘣放了个屁。放屁倒是没有吧，打嗝倒是有。打嗝是吧？那这样啊，还是我再给你提个醒，和男朋友接吻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是打了个嗝。没有。没有对吧？那就是说和男朋友就是那个在一起的时候一不小心放了个屁，有没有？很安静的时候。有。在什么时候？这不尴尬呀。在什么时候？就是看电视的时候啊。看电视？在床上躺着看电视吗？没有，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。为什么一定要躺在床上才能看电视啊？是吧？啊，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你和你男朋友就是躺在床上看电视的时候很安静，然后看着看着，哇，这个真好看，我的天哪，正在那个的很亲密的时候，嘎嘣放了个屁，整个气氛全部被那个什么了。并不亲密。那就是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有啊。有是吧？他喜欢帅不帅？不帅。不帅你为毛喜欢他？哎，这种东西说不准吧。那你这意思就是我也像我这种长得那么丑的也有机会了？谁没有机会？缘分嘛，这种东西谁？那你觉得我丑不？不丑啊。为什么？哎呀，这几个宝宝有品位。那你觉得我丑不丑？不丑。说实话。还好吧。还好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看得过去。看得过去啊，勉强能接受。嗯。是吧？啊，然后那个，你遇到最尴尬的事是什么事？尴尬的事。啊。我也想不起来，尴尬的事可多了。比如说，最尴尬的。最尴尬的。啊。上厕所忘带纸了，这个不尴尬呀。这个不尴尬吗？不尴尬。上厕所带了没带纸，你咋办？就让他们送来呗。朋友，那卫生间里面那个什么呢？没有信号。跟旁边的人要。隔壁没人。